这是僵尸末日电影，而是台北市信义区街头。3000人同时高举双手，集体重心不稳，往画面右下角倒，互相压在别人身上。 这是兴奋尖叫，还是吓到尖叫？没人晓得，大家只想继续往前挤。在内圈的几个人好像有跌倒，然后被砍了，谢谢大家。一切起因就是站在正中间穿白色西装的男子，自称网红阿哥，日前预告要举办撒30万现金活动，10号晚上真的现身，举着红色电动喷钞机狂撒1000元大钞。 不说还以为在逃难，越闹越大，变成大型赛跑现场。这条路的尽头比跨年散场更夸张，连不是要去拿钱的民众也被堵得动弹不得，超失控。我们比对白天平时画面，周遭3个地点路算宽算大，全挤满了人，造成千人推挤的主要地点就是信义夜店区这个松寿路这条巷子这边。但是根据民众的动线来看呢？ 它影响的范围非常大，已经扩散到威风南山前这整条人行道，都有民众在奔跑，想要挤进去巷子里面。这边如果受伤的话，你要不然我要找我们先被劝导过了。警方好不容易突破人潮，找到网红，请他赶快离开，同时疏散人潮，算是平安落幕。只是他随便喊话号召，差点让韩国梨泰院踩踏事件在台湾重演，严重影响大众安全。警方要朝公共危险罪 侦办约谈他到案说明，毕竟若真的出人命，他能负责吗？TVB 的新闻稿子要陈冠宇、吴雨雅台北报道。